好，我这边有一张是145，他说此刻你最想和谁分享音乐现场呢？是爱人。那他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和你一起来现场看演出呢？因为他就在身边，是答非所问。他说如果可以和他一起观看演出，你最想给他点一首什么歌呢？经过。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？他说我希望无论多久，我们还是会在众多选择中仍然选择彼此。好幸福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这位145号可以举下手吗？哦，在那边，你要不要一起上来在这个位置听一下？有请有请。哇，带着那个他来的。二位是情侣对不对？结了婚了。结婚了多少年了？五年了。所以也是30左右。对，30。现在是也是上有老下有没有？好。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，想听听他们分享一下自己关于30的故事。30岁，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我20岁，他24岁。我觉得就是这十几年经历了很多，有些道理是20几岁是根本就不懂的，只有到了30几岁才懂。就是婚姻嘛，磨合，一直磨合。我们两个属于脾气很倔很硬的，然后吵架就非常凶。以前�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但是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就明白，就是吵架消磨的都是彼此，感情就慢慢消磨没了，就没有必要，还想好好在一起，所以就找办法让我们彼此就是更了解彼此，然后就好好在一起。一直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我希望在很久以后我们还能在众多选择中坚定地选择彼此。众多选择。你们这个听的重点，我好感动的。他的意思是众多人生方向的选择，不是你想的那个选择。像圆的一般。然后他没谈过恋爱，他不懂，好吧，不懂。我俩多久没唱这歌了？好像就没怎么唱过。没怎么唱过现场了，对吧？就反正都是你唱我唱那种单独唱的。对，试一下。试一下呗。如果这生命如你等我一下呀。这太愣了。1、2、3。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，总要走过后才完整，谁不曾怀疑过，相信过，等待过，离开过，有过都值得，多幸运有你为伴，每个挫折曾流过眼泪又如何？我想象的未来是永远，是有你，你记得怎么都不换，曾有的经过。哎呦，太好听了，天哪，沁人心脾，太有默契了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谢谢，特别羡慕你们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可以经历很多共同的时光，有共同的记忆，然后确实真心的祝福，希望二位能够走到最后。谢谢。好嘞。